我是公外列车长，那2017年8月7日，然后瑞芳彭家路，9:41，差不多是是有列车通，看一下哦，因为昨天二八被卡断了，傻眼，算了，那就早上拍402。来来，我的泰鲁哥最好卤蛋来喽，402吃中华东银行，我这边的泰鲁哥最好。猴子，拜拜！我的猴子还有鸽子，讲好。天佑1015，天天佑1016，402次中华灯号资本的带了个这样的瑞邦红条通过，谢谢各位，真的，拜拜！耶，我的猴子还有个这样卤蛋，终于在瑞邦红条通过，好希望未来，真的很希望未来3000行也能够有这样的画面啊！说未来是那个什么叫什么？想想哦，常见画面，但是希望能够再度出现历史上的首都画面。谢谢各位，再见，拜拜。